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面设计师 Damon。 创作需要灵感，但设计的词汇却可以被统整，所以就是现在我要和你分享我的设计逻辑。我擅长运用渐层的手法演绎主题，在形塑风格的同时也具有高辨识度。这堂课不会只是教你基础的渐层，你也可以了解到颜色是如何影响作品的氛围，提升自己对色彩的敏锐度，并且在多次的试验之下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色彩系统。我们会从最根本的发想开始，一步步提炼灵感，找寻构图，再进行我特别规划的配色实验，一起学会八种主题的渐层视觉技巧。这些都结合了我的设计经验以及商业应用，能够让你用简单的方式完成独特的视觉设计。我也会在这次的机会分享我的实战经验，帮助大家了解国际建案的工作流程。我是 Damon， 这是我全力打造的设计课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